都无像我安尼有无吼？什么鬼？我的天哪！天哪！好啊，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，对你爱好厉害。我觉得我接下来讲的事情应该是有在看 YouTube 的人都有点陌生的一件事，叫做过年特别节目。现在真的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过年特别节目吗？应该蛮多人不知道。对，没有关系，你们就是过年围炉的时候呢，打开民视，然后就会准到我，我就会在除夕夜陪你们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。因为我们都是用生命在录音，就一集节目我们大概会录个8到12个小时。有那个偶像等级的经纪人在带我去上节目。今天呢，在这个录影的当中，我要带大家来直击后台。你们平常大家都超喜欢的巨星们，今天会全部都集合在摄影棚里面，等着看，待会就有精彩的画面，来吧。哎呦，热腾腾，是哦，而且我还可以跟他这样说，我跟你们说，他是行走的 CD 加行走的荷尔蒙。好，那我送我自己的歌好不好？好，他叫棉罩杯，我希望带给大家。棉罩杯，棉罩杯，米酒杯，他叫米酒杯。我想说棉罩杯，可是我罩杯很大。好啊，做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杯花。今日受风吹，今日冷冷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好，宝贝，放心。所以免罩杯，免罩杯，免罩杯是只有我。听得到现场。对，听得到现场。谢谢，恭喜你。谢谢。老师也是有那样子，是你今天没有把它拿出来跟大家问好而已。他今天副台都对我唱，他说没罩杯，没罩杯。对，我的歌，他这个小孩子，我儿子，对不起，我跟你道个歉啊，这我没有把，因为没有罩杯在妈妈，我没有把它加好，就算是没罩杯，你要说它很大、啊，这一集不要说呗。没人伊讲话，看到我气呐。有吗？我是感觉老师，你都敢扛起来，扛起来，你都无像我安尼有无吼？什么鬼？这个老板。天哪！因为我通常我安尼加500啦。你有没有加钱呐、啊？有，俊逸还吃得下去，真不容易呀、啊！哎呀，你是不是很习惯这个美好的画面？你为什么吃得下去？我就是刚刚都没有转头，我现在才能吃。因为长辈的长辈，我们的 YouTube 的那个追踪是就靠刚刚的、啊，就刚刚这个吗？对，這個、好吧，那要不要特写来再来一下哈、哦？我给你们解忧解闷解烦恼啦哈，那、哦、就是嗯。嗯，嘿，哇！别融化，不要融化哈！没有拍到哈、哦？有拍到吗？我们会把它一直、哦、不好意思，你知道老师，老师，小心我流鼻血了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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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我可以请教，就是有一些小小的部分，像是呼吸、像是舞蹈，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跟你们互动真的假的、嗯？然后我们都一直在吵架，吵架。我们两个就是以斗嘴出了名。可是我觉得你们
可是我觉得那个在恩爱的部分呢、啊，是不知不觉就会一直看完。奇怪，就看了比较多爱情。我看到的都是觉得一直在斗嘴，然后你可能看到的都被你没有看到的部分都剪掉，对，都剪掉。我跟我太太两个人，我们就是希望两个人就像情人一样，所以我们就一直讲说我们彼此之间要把对方。哎，也是啊，也是啊，是是是。平凡夫妻平凡啊，平凡夫妻平凡。我希望我们两个像情人一样，就是一直都是保持着热恋的那种程度，就是两个人要很多属于两个人的时间，因为我们两个小孩了。对。但是我们两个小孩现在一个已经国三，一个国二。哦。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两个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了。我会觉得我的老婆会从一个妈妈，两个人生活会变成回到那个时候谈恋爱的女朋友。那有没有什么美感，就是要跟其他男士分享一下相处之间、不要想要改变你的另外一半，你只能接受他的所有缺点。慢慢的你要让自己知道说，因为你爱这个人，如果你嫌弃他，或者是你说他不好，或是你不喜欢他某一个事情，你只会让你们两个关系越来越远。谢谢你好。很少有人可以让现在资深如我演艺圈的老屁股说，我从小看他长大。五等奖。这个在这个圈子里面，尤其是经过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，很不容易走到了今天。我想对 Tini 冯老师说啊，小弟也是非常的祝福。祝愿大家，还有听过老师以及所有的大家，将来都能够蒸蒸日上，虎年行大运。新年快乐，谢谢小哥。为你爱，好累啊！不完，我愿意思思念念，直学到永远。我觉得超厉害，谢谢谢谢志毅，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谢谢小哥，大家要支持哦。其实跟我听大家说双鱼座。你会很严肃吗？超级我没办法放松，我觉得我很有趣，但大家觉得玩得很正经。我觉得我是大家都会觉得我蛮严肃，但其实我好像也不严肃。平常我就是除了工作之外，我会比较外放一点，然后会玩。可是其实工作以外的时间，我其实大多时间都超安静。对，我们就是一个很紧的人。对。对，你刚刚想到哪里去了？精神还有个性都，肉体也很紧，皮肤也很紧，我们很 fit。对，我们很 fit。我一直没有就是说如果我也不想，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成为政治人物，大家会过得很辛苦，因为我真的是什么都会苦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要让自己。接下来的生活舒服一点，所以我也不想要做这件事，但是我是那种管家婆的个性。大家看到一年到头都在跑的包大哥，嗨，老师，嗨，大家好。本人，十七岁。那你是16岁以下？我在等这句话。对对对。为什么后面有笑声？后面我们在做直播哎、直播吗？对啊。我们在过年特别节目，大家又看到了一样。另外一位大神，对，就是南波老师，第一滴血。第一滴血说，有一滴血。你们会形容这个名词？你们超老的。我就是啊。超资深啊。世界目前只有男人啊，可以大方的说，我就劈了这一次，然后大家会觉得帅透了，而且没有骂，真的只有你而已。是，你全世界认可的劈腿大王。讲这个，我就要跟大家分析一下，因为我也常讲，我那时候结婚的宣言就是我再也不劈腿。哦。但是这次这广告会劈腿，因为价钱有谈不是不劈，只是价钱不适合。价钱不低。不是不劈，只是价钱不低。对，很好很好。没有啦，因为事实上这个有扣打。我们也有现在不年轻人，叫我随时劈腿，其实也没那么好。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重要的，因为你干嘛？是，因为你的健康的，说在我们跳舞是这样，对，你要够健康，你才爆，才有办法反弹就起来。我是很康，我是很健，我很健康。那我们就同内见喽。OK，Go。这个位置我坐了8年多快久，好熟悉哦。记住哦，只有你的肚脐以下，走，一二一二一二两。
两次，再一次，一二一，雅茹很好，但手要放掉哦，不然就会变迅猛龙。再来一二一二一，很好，肚脐一下哦，最后一次一二一二，两次 double。哎，然后差不多了，就是是现场气氛火热，就赶快收。这个就是过年特别节目的画面，大家都很厉害，穿着紧紧的衣服，跟美美的高跟鞋，超高的高跟鞋，然后会站一整天，然后现场会有非常多辛苦的工作人员。这是我们的评审台，有点凌乱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对。然后这是我们的 keyboard 老师，小康老师，我在录你哦。他是我们的门神。我们是有一个口诀的，什么？我可以下来吗？当然。掌声欢迎 Kimiko 老师。哎呦。好的，那我们一起呢，单脚弯，然后有一个震动的感觉，一弯晃两下。好，我们音乐来了，一起哦。9:54，很早，我们已经都到早上6点啦。这是我们的舞蹈之母崔姐，金钟制作人。舞蹈之母是佩玲老师。她是国标。哦，对对对，好。你是 overall。对。对，我们今天是来录过年。对，明世第一888。对，一年一见，然后。我觉得我今天不凡，不能先讲，不能讲，非常内容非常精彩，非常精彩，大家一定要锁定过年的，锁定过年的特别节目，超好看。因为听说现在小朋友不知道什么是过年。哦天哪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你错过很多有趣的事情哦。对呀，不要在外面乱跑，除夕还是要回家看电视。围炉看电视看我们，就会发发发。谢谢崔姐辛苦了，谢谢。